怎么样你？去！你是个什么干部啊？贫农团委员。你图的是个什么？要翻翻身。不是自己的肉能长在自己身上？你这话算是说对了。你吃的穿的都是哪儿来的？我们农民身上的肉不能长在你们地主们身上。 我儿子是革命干部，他就快回来了。他回来也得跟群众站在一条线上。郭大娘，哎，大娘，你看，这是从财务队里搜出来的。这是我儿子崔志国的，他的东西你们不能动。打开。 革命干部有这个？他爹，你快来看看吧！从崔老坤柴火里搜出那么老多金银财宝。哎，你看看，黑袍子还有金银东西，这么些东西啊！他老成叔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这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收。对，没收。不收。今天是几儿啊？十月初三。十月初三。